该不该口？说呀，说不说嘛？觊觎我，顾太太没想到好这口啊！你早知道我醒了，还故意逗我。我就想看看顾太太会不会对我做点别的，没想到这么矜持。亲一下。想得美。这是你先惹我的啊！不能。说不能就不能，怎么才能停手？没开口。这年头，男人还没小孩重要。